这里假设呢，我们现在有一组从2016到2016年1000部最流行的电影的数据，我们想知道这些电影中呢评分的平均分、导演人数这些信息，我们该怎么获取？这些数据在哪儿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。这个地方有一个电影的信息在这儿哈，我们把它复制过去。CP performance。等一下，在这个地方，这是电影的数据在这里。那电影的数据在这里的话呢，特别大，它打开可能得一会儿。我们可以尝试去把它读出来看一下，它里面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整理的所说这些问题。我们想知道这些电影的平均评分、导演人数这些信息该怎么去获取。来关了，我新建一个 PY 文件，这是我们的配给122。那么 import pandas 或者 PD， 那么 fail pass 也是一样的，给它指定一个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它。那么 pd 点 read csv 对不对？大家都会 fail pass。那么 df 等于它，然后咱们 print 一下 df 点 info， 看一下它的描述信息，看一下对哪字段对不对？它一共有1000行，看见了吗？1000条数据，然后呢？这里除了下面这几个之外，下面这几个呢都有缺失，看见吗？缺失，比如说这个票房数，这个还是票房数有缺失，然后呢还有这个 Metascore 基础的评分也有缺失，但是呢这些我们好像并不用管它，我们重点看什么呢？我们重点可能要看一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看获取这个电的平均评分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个 rating， 我们去看一下 rating 这一块。那或者说怎么办呢？我们这里打印一下 df 点 head 一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 head 一第一行数据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就能大概知道它的这些数据到底都是什么格式。rating 它是个 float 类型，看见吗？就这个样子的，里面有一个 rating 的信息，比如说当前这部评分了8.1分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呀 ？Guardian of Galaxy， 这是什么呀？不认识吗？银河护卫队吗？不认识是吧？好吧。这里还有什么呢？平均评分，我们知道我们取出它就可以来做这个事情了。但是呢，算平均评分的时候，大家也可以知道，这个平均评分呢，这是并没有缺失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要干什么呢？获取导演人数信息。导演人数在哪儿呢？导演在哪儿呢 ？Actors， 看见吗 ？Actors 这个字段是在这里的，对不对？那可能他一个导演演了很多部电影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算他的长度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呀？把它转化成一个列表，然后呢取下集合。那或者说怎么办呢？调用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那首先我们来做什么呢？我们把这个 info 给它屏蔽掉，获取什么电影的平均评分，平均评分，那就是 df 点 min， 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对这 df 先取到它的评分那一列，对吧？就是 rating 这一列，然后再做什么呀？点 min 就好了，对不对 ？a m e a n， 那么 print 一下这个平均评分是多少？那么再获取什么呀？导演的人数。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就是 df 需要导演那一列，就导演那一列 director， 对不对？那么刚刚我们是不是用了一个方法叫 to list 的这个方法呀？我们来用一下这个方法，然后再 set 一下，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啊？然后再干什么呀？弄一下，是不是就可以了呀？
是不是就是人数呀？跑一下程序，看一下结果。664个导演，那肯定有很多导演演了多部电影，对不对？能够发现，然后平均评分6.7分，对不对？做这个事情，那么来看一下，除了这些程序常用的方法之外呢，还有这些方法，刚刚呢是获取的这个评分信息，对不对？那么假设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？要获取演员的人数，我刚刚获取导演人数，对不对？导演人数呢，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 DF Director。来给大家讲一下啊，它一个方法，取得这一列之后呢，一个方法叫 Unique， UNIQUE， 我们把这个注释掉。来看到吗？自动变成一个列表了，对不对？自动是一个列表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获取这个列表的长度就完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嫩一下它就可以了。这是获取 ，unique 是不是唯一的意思呀？唯一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相当于是出现之后，在这个列表里面出现之后就不会再出现的意思。那么再获取它的长度，刚刚肯定是一样的，对吧？这个是采集的，这是 pandas 的功能，结果刚刚一样的。那么现在来获取，怎么了？演员的信息，演员的人数。我们看一下演员是什么样子的，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字符串，字符串中间呢用逗号和空格符号隔开。我们要获取所有演员的人数，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 df 取到演员呀 ？actors， 然后呢？点 str 这个方法，对不对？点 split， 对吧？还有什么进行切割呢？是不是逗号这个符号进行切割呀？切割之后呢？第二 to list， to list 是转换成列表的呀，那相当于现在是什么样子的？大列表牵到小列表，那我们有什么方法？ to list 是否是不是大列表牵到小列表呀？那么 temp is tors list， 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它人数求出来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呀 ？ACTORS list 列表特表示对不对 ？I for I in for j in temp list for I in j， 还记得吧？是不是两个循环就可以循环出来的呀？列表牵到列表的时候，通过它就能够把它展开到一个列表里面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呀？那或者说除了这种方式之外，还有怎么办呀？我们在 NumPy 里面是不是有个方法叫 Flatten 呀 ？np 点是不是呀 ？Array 是不是 temp actor list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？叫 flatten， 是不是对于一个 array 可以做这种操作呀 ？flatten 操作展开展平，先变成一维了，对不对？变成一维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几何就好了吧？是不是也可以做这种操作呀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上面的结果，然后呢 ，actor set。Number 就等于 none， 然后 set actor list 对不对？那 print 一下 ，actor 是 number 就可以了。2015，2150个人，2015个人，对不对？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种方式，把上面注释掉。注入掉之后呢，我们把 actor list 放在这里来，然后呢，它现在其实是一个 array 中类型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把 list 进行一下转化，毫无疑问，结果肯定和前面是一样的。list 写错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之所以做这个转化，是因为我不清楚它是否能够用 set 直接做出操作，对不对？如果它可以直接用 set 做出操作的话呢，我们是不需要用 list 进行转化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下面可以先尝试嘛。np 呢 define numpy 或者 np，
unhashable type list。它有个方法叫 to list 是吗？set after list， 为什么不能做这种转化呢？不能对列表对它进行强制性转化吗？我们来试一下啊。np 点 array array1， 然后呢123，然后就是7等于它7点 to list， 就是这个 to list 啊。然后呢，我们 list 的 t 看一下 t， 哎，这不是可以的吗？为什么这里不行呢？但我用了 list 的强制性转化的呀，不是应该也是个列表吗？对不对？一个列表，然后再使用集合对它进行处理，不是能够进行这种操作吗？我们看一下 type after list。这就是个列表，对不对 ？Unhashable type list。这个问题等一下来看一下，我们先把它使用直接使用 to list 这个方式来试一下。第二 ，to list 变成一个列表，在列表之后呢，再使用集合。一样的，出来这种问题的原因会是什么呢？我来 print 一下 after list 就可以知道了。有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列表里面是字符串，而是个列表里面是列表，和我想象的一样，对不对？它列表里面是列表，并不是一个字符串，所以这个 flat 的效果并没有，对不对？ flat 的效果没有，没有把它展开。为什么没有把它展开呢？我来看一下这里，它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结构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。你从中间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列表，对不对？都是一个 list 的，中间每个元素都是一个 list 的，所以我们发现通过刚刚所操做这种事情呢，好像是实现不了对应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实现不了对应的功能，它并不能直接把这样一个列表现在列表的这样一个数据呢，直接转化成一个 array 中类型，对吧？想象中它是可以的，但是现在发现它并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大家可以发现这里面每一个元素呢都是这样一个列表，对吧？都是一个一个的 list 的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呢，它是转化不了做不了这种事情的，所以这个方法呢，可以把它废弃掉，直接用之前的方法就可以了。使用两次 for 循环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列表里面数据呢全部转化到一个列表里面去，然后之后呢再使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求得它长度了，这是来获取这样一个演员的人数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获取最大值最小值，这个非常简单， max 点 min， 对不对？那还有呢，获取最大值最小值的位置也是非常简单的， argmax argmin， 我们之前使用方式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太难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进行一下今天所学的内容的一个复习。